你是怎么逃脱出来的？太尉里的东西不见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。何出事？不是这样，咱俩打个赌，比比身手。谁先跑到正厅的屋顶上，谁就赢。你赢了，我知无不言；我赢了，你听我的。无聊。 好身手啊！你赢了。不管谁赢，我都会对你知无不言的。之前对你有所保留，是因为我身负秘密，敌有难分之时，我不得不小心行事。这是余命锁，从叶不收的手里夺回来的。 为何给我？实不相瞒，我从济南领的秘密，就是保护王克恭王大人。而王大人告诉我，他即将此物托付给你。我相信王大人，所以这东西一定要保管好，切勿再丢了。李大人。 宋克明和王克恭大人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宋克明？哦，那就得问王大人了。说实话，我挺喜欢你，我觉得日后咱们俩能成为朋友。你也就是个人肉背包，余明锁先帮老子背着。 老子要的时候再取，你绝对想不到是我偷的。好啊，以后我也愿意听大人差遣。我听说叶不收今晚会动手，就在昙花宴上，不如你我二人现在就去赴那昙花宴。